烦 ，Oh no， 哦、oh, 怎么办？烦恼不敢说出来 ，No no， 欢迎你来到不远哥哥的秘密屋，分享快乐和痛苦， yeah! 别害怕，把问题和烦恼都说出来，别害怕。嗨，你好，欢迎来到博元哥哥的秘密屋。请问你来哥哥的秘密屋有没有什么心事想跟我说？我要说的就是我的烦恼，关于我爸妈的婚姻生活。他们从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因为个性不合，所以离婚。那你会想爸爸吗？会。那你会心里想着他们两个如果可以和好有多好吗？我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听说个性是真的非常的不合，所以将离婚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那你觉得他们俩离婚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会有影响？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像出门玩就是每次都是跟妈妈、外公、外婆，就没有常跟爸爸互动。嗯，你这个时候会想着啊，如果爸爸也在有多好？有一点。好想体验看看你的心情哦，可以吗？可以。好，那请把手伸出来吧。嗯，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一个人好无聊哦。不知道爸爸现在在做什么。啊，对了，还有这个亲子运动日，老师说爸爸跟妈妈都要参加。可是如果我只有妈妈去参加的话，同学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啊？不然来问爸爸有没有空好吗？爸爸，下周二有亲子运动日。好，发送。哎呀，爸爸怎么还没有读？爸爸怎么还没有读啊？可能爸爸在忙吧。爸爸，你看那边有烤玉米耶！妈妈，我要吃。爸爸，爸爸，爸爸，你有蜜蜂啊？爸爸那个时候好好笑哦。爸爸跟妈妈为什么要分开啊？洪恩啊，爸爸跟你妈妈有一些状况，之前也跟你讲过了。现在爸爸要离开了，你要乖乖的，知道吗？爸爸。不要，不要！是爸爸对不起你，可是这是对我们都好的决定，你要原谅爸爸。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爸爸，妈妈不要。为什么要走啊，爸爸？你回来好不好？你公伯啊，能以把我的幸福还给我吗？啊，听到爸爸妈妈要离婚的消息，真的是会觉得好失落、好无助的感觉哦。不知道小主播今天又会讨论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来一起讨论一下喽，小主播们。威哥啦。哎，四位，刚才看到洪恩，有没有觉得好像心里有点沉重？嗯，对不对？那
我们这边目前有爸爸妈妈离婚的人吗？有。有。哪里？其他三位就是幸福。我是朋友。哦，你是朋友，我也是朋友，同学的。哦，朋友都有。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讨论一下爸爸妈妈离婚这件事情哦。那现在这边呢有一个情绪脸谱，请看这个情绪脸谱呢，里面有20种不同的心情。我想来问问一下四位小主播，虽然有三位没有经历过，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洪恩的话。爸爸跟你说，他跟妈妈没办法继续生活了，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哦？来，诗婷先。好，我会选难过。难过。因为很多家庭聚会的时候都是要团圆，但是如果你家里少了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很空虚，就是不是团圆的。你说那一种家庭聚会，像是家庭日啊，刚才的家庭日，对，还有像围炉啊，对啊，这样就会缺席。父亲节啊，母亲节啊，真的，哦，好像可以理解诗婷的心情。谢谢诗婷。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纳西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我是那个主角的洪恩的话，我应该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吧，就是因为基本上爸爸妈妈不都是有点像是就是带领我们、领导我们去走未来的方向嘛。可是如果哪天他们就是其中一个少了，或者是缺少他们两个的话，就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做决定，然后要往哪个地方、哪个方向走，然后少一个都觉得怪怪的，嗯，然后就会很害怕。所以爸爸妈妈的功能真的很强大，哎，真的。好，谢谢纳西。真的，一个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少了一个人，会有一种就是啊，气急病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佩如。我的话，我应该会选挫折。挫折？挫折是挫折在于说，比如说像很多人父母离婚都是为了小孩，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很挫折，是不是因为我让你们才分开的？哦，有一个罪恶感在那边。好，谢谢佩如。最后纳莉，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是从小就离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没经历过像是一个家长要离开，可能经历过，可是我现在忘了。可是我想象。如果我是在很大的时候他们才分开的话，那其中一个家长要走了，会怕以后见不到他，没办法常常跟他聊天啊讲话，那当然会难过，就是你可能会怕你到时候见不到他，那就会很想他，然后就会难过。哦，有一种焦虑，有一种无助的难过。好，谢谢纳莉。哎，四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虽然呢我们都是自己在想象这样子的画面跟同理这样子的状态，只不过就是其实啊，什么时间点爸爸妈妈离婚，或者是每个人面对爸爸妈妈离婚他会有的心理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面对父母离婚的冲击，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会有不同的生理或情绪反应，其中越小的孩子可能越难说出自己的感受。2到5岁会出现包含混乱、焦虑的恐惧，5到7岁则会感到需要为父母的分离来负责任，9到12岁的孩子容易有很深的失落感、无助感、孤单和畏惧感，因为已有能力对父母的行为做出道德判断，甚至感到愤怒及羞耻。13到18岁的大孩子，有的要承担照顾弟妹和同住父母的情绪，还会感到责任沉重。虽然父母分开会对孩子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如果父母能察觉孩子情绪状态，接纳孩子的心情，清楚地告诉孩子，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一起，孩子还是可以同时喜欢爸爸和妈妈，离婚不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爱，将能大幅降低父母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如果子女发现父母离婚后，自己依旧可以保有与双方的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将会带来很大的安全感。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啊，在这边也要稍微呼吁一下，如果爸爸妈妈是离婚的状态啊，记得一定要给孩子最少的变动，然后让他有最少的失落感，然后也要注意这一段时间他的情绪还有行为哦。那因为这段时间对孩子来讲是很大的变动嘛，爸爸妈妈可能要多留意一下。只不过纳莉，你的调试这么好，你的爸爸妈妈有对你多做什么样的？
他们就跟我讲说爸爸妈妈离婚不是我的问题啊，嗯，而且我又可以见到我爸也可以见到我妈，所以感觉就只是他们不在一起对我没什么影响，因为我还是有爸爸也有妈妈。嗯哼，哦，所以爸爸妈妈算处理得很好哎，嗯，他既让你没有什么变动的感觉，也没让你有太大的失落感，对不对？哎，可是其他三位，你们班上，有离婚家庭的孩子吗？有，就是我班上最好的朋友。嗯，那他其实也没有表现很清楚，因为他离他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年纪是2岁，比那里还要小，所以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就是没有感，是没有什么感觉。只是他很不喜欢别人去提到，比如说我昨天跟我爸爸妈妈出去玩啊之类的事情，因为我们，因为我们这群比较跟他比较好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但其他人都不太知道。OK， 所以我们就是会刻意去避开这些话题。纳西呢？你们班有？嗯，有。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朋友，然后他也是从小就是4岁的时候就爸爸妈妈离婚，大家都好小啊。对了，所以他其实也。不太没有，就是那种很大的挫折，很大的伤心感。可是，因为他非常的开朗，所以就算别人提到这件事，他也是会很公开、很自然的跟大家讲这件事。哦，那这样看起来，普遍在台湾的社会，好像这件事情的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对不对？只是看自己会不会在意而已，是不是？嗯、好，我们这边现在有一个数据统计哦，因为。内政部在2018对台湾离婚的对数来做调查，总共有54443对，很多哎、欸。然后你再想想，平均每天就有将近150对的配偶就离婚了，所以这样看起来是好像一件蛮正常的事情。他、嗯、是每天哎、欸，每天结婚都不一定有这么多了，有那么多离婚的却有这么多对哎、欸。再来呢？这一个是儿福联盟的调查报告，它是在讲台湾的单亲人口，然后主要是高中以下的。嗯、目前全台湾在学生中超过21万名学生是来自离婚单亲家庭，21万很多、哦嗯。去年台湾新生儿只有18万。哦，嗯、所以你看是不是真的多了3万呢？对啊，是不是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再来是每10个孩子就有超过1个是来自单亲家庭。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已经算是越来越普及、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我们主要是要告诉所有离婚家庭的孩子说其实很多人都跟你有一样的遭遇，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只要帮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幸福的，嗯，是不是？纳莉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这件事情曾经产生过疑问或者是自卑过吗？没有啊，因为爸爸妈妈吵架了，嗯，不爱了，分开很正常啊。就是，难不成你要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吗？啊，好成熟的想法。啊，你们父母在一起也是一种家庭啊，我们父母没有在一起也是一种家庭啊，我跟你一模一样啊。我不需要被特别的对待，因为我也很正常，是这种感觉。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们也不会不想跟单亲家庭的孩子做朋友？不会，因为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一样是就是我们的同学啊。对啊，他如果对我很好，难不成我还因为这样讨厌他？对啊，嗯，不会有什么偏见，这样就很奇怪。真的，只不过像洪恩啊，当时我在访问他的时候，其实呢，你会感觉得到他会很失落，很失落。就是他爸爸妈妈离婚，他理智上告诉他说，我也很正常啊，啊，就是他们感情不好，他们要分开，这都是他们的自由啊。可是他就是很失落，他会觉得，如果可以爸爸妈妈都在，那该有多好。其实有很多名人，他们家里也都是爸爸妈妈离婚哦。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其实我都会在开学的时候很害怕面对到这种状况，因为平常如果只是跟家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就跟奶奶嘛，还有姑姑们啊，我不会特别的有多大没有父母亲的这种感受。那直到我高中开学的那一天，那老师问了，请问家里面是单亲家庭的人举手，我发现我们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全部都是单亲家庭。啊，这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哦，原来
我不是孤单的，原来有很多人的家庭状况是跟我一样，就是这好像其实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我爸爸妈妈离婚，两岁半离婚之后，我就再也一直到二十几岁都没有再见过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很好奇，跟妈妈感情很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偶尔会蛮羡慕的。然后我知道大部分的时候父母离婚都会，小朋友会有很多时候，我们小朋友的心里可能会有很多的怀疑，然后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是会忍不住生气。我知道这些感觉都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不要忘了，如果你有任何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或是有很多疑问的话，一定要把你想的东西尝试有勇气把它说出来，告诉大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你的原生家庭可能会影响你一些情绪，或者是交朋友的状态，或者是影响你的心情。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是你们自己的心。所以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小孩很容易被冠上可能例如容易学坏，或者是容易个性不好，但你们不用因为这些跟别人的一点点不一样就去看清了自己，因为你们往往可以在你们的生活中或学业上或者毕业之后在工作上找到你们自己的某些地方的成就感。我希望给予大家就是跟我状况一样的人，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是比我们都还要不如意的人一些鼓励，就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然后好好的爱自己，然后不要去一直去看负面的事情，要多去看正面的事情，然后你会相信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我想告诉你，有些时候大人他们会面临很多他们很难解决的问题，可能离婚对他们来说是所有解决方式里面最好的方式，虽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你，但是你要永远记得，爸爸妈妈永远都在，他们会永远都爱你，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这边呢，我一定要跟你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在一起，他们是离婚的状态，你是单亲家庭的小朋友的话呢，真的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其实爸爸妈妈他们虽然不相爱了，但是他们还是很爱你呀。还有在你的周围当中，你有很多爱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其他的家人，大家给你的爱又更多更多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哦。哇，要是我是离婚家庭的小孩，看到这些姐姐们的鼓励，我会觉得哇，好像真的有被加油打气到哎。只不过刚才董仔姐姐她有说，有一些离婚家庭的小孩会被冠上容易学坏啊、情绪不稳啊等等的，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有，我有一个同学是六年级的时候的同学，然后他是男生嘛，那他我觉得他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他比较容易情绪反应比较大，是。然后他爸爸妈妈也是在他六年级的时候离婚了，然后那一阵子他就可以很非常明显的看出他的情绪的非常非常非常不好。他就有一次就把我新买的铅笔盒进到中午营养午餐的菜汁里面，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都不知道是他爸爸妈妈离婚的问题，对，然后我就觉得。居然会有这种反应，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也是蛮特别的。只不过，其实爸爸妈妈如果离婚，你心情上会有很大的变动，好像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一段过程的话，其实啊，刚才好像雅莉姐姐也有说，你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哦。那说给谁听呢？你可以去辅导室说啊。对不对？去讲给辅导老师听啊，或者跟你的好闺蜜说啊，对不对？好朋友说，那再不然你也可以再来博元哥哥的秘密屋讲给我听啊，是不是？其实要把它讲出来，这个情绪才能够真的宣泄。那当时的状况，你也还是体谅他一下，毕竟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是不是？那只不过这个也不是可以让情绪波动就是这样子去伤害别人的借口，是不是？
爸爸妈妈离婚谁都不想看到，可是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帮自己加油打气。只不过如果你是洪恩的朋友，他走不出来的话，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怎么做呢？来看一下，这边有个行动轮盘，行动轮盘上面有十种不同的行动，然后都可以帮我们解决生活中大部分的问题。来看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行动。拉力先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他走不出来，我应该是说出来，我就是会跟他讲说，像是我爸妈跟我讲什么，我就会跟他讲，因为他们离婚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说哎、欸、你们要离婚、是他们自己不喜欢对方了要分开的，所以不用自责。你也可以把你的感觉讲出来啊，刚刚微微姐姐说我们也要自己找到幸福，对不对？就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在一起才叫做很幸福哦。对，所以咯，自己的幸福是可以自己重新定义的哦。你可以自己决定说，哦，我这样子也很幸福，那就是幸福，不需要靠别人来定义，对不对？哎呦，娜丽不错哦，由他讲出来感觉更有说服力，是不是？好，来，再来佩如。我的话，应该选做约定。做什么约定？就是可能做约定说出来。之前哪里讲的，你可以来跟我聊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的话，你可以跟我讲这样子哦。所以这也是某种程度的体贴，你释出善意了。对，你告诉他说24小时免费专线都在这里，你想打你就自己来跟我说。对，好不好？那我也不烦你这样。很好，谢谢佩如，我觉得你们都在这个节目中成长了耶，好体贴哦，好感人哦。可是在这边真的要跟离婚家庭的小孩说，我们真的是要帮自己加加油，我们也可以像刚才的这些名人一样都可以活得很好啊，是不是？那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已经不得已要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请记得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就是要明确表达，让孩子知道你们还是很爱很爱他的。OK， 好，那这一些建议呢都给洪恩，我们也希望可以陪着你一起走出来哦。那如果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烦恼的话，欢迎上我们大爱 Kids 博元哥哥秘密屋的网站来跟我讲秘密，我们每个礼拜一都会准时开张哦。烦恼不敢说出来 no, no. 欢迎你来到博元哥哥的秘密屋，分享快乐和痛苦、别害怕，把问题和烦恼都说出来，别害怕，大家陪你一起想办法。